亲爱的。老婆，你今天真美啊。不要潜水哦，等会把我全身都弄湿的。方娜，哎，金发芭比，你们两个怎么会来这儿呢？为了找你啊。我们想要多认识未来的嫂子。有没有注意到所有的动物都往这里来了？当然注意到了，迁移季节来临了嘛。你看那边。他们好像从四面八方赶来了，感觉好像什么庆祝活动呢？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他们往这边来，一定是为了向新任国王致意的，所以国王他没有时间陪我。方娜，身为国王的首要任务便是要照顾子民啊。真好啊，可是跟以前一样分不开呢。我好像在空气中闻到醋味了。谁说的？我才没有吃醋呢。辛巴今天要结婚呢。哦，为什么他的王后今天无精打采？他应该很爱我们的国王吧？一定要给他一个惊喜。我看我还是戴上帽子比较好。我才不要嘞，不戴帽子比较好。哇，你看好帅啊。你别忘了在婚礼进行的时候要脱掉帽子才有礼貌。你们两个戴上帽子比以前更帅，不过现在你们的鞋子都沾满了烂泥。哎呦，看我们的鞋子。赶快把它弄干净吧，我们得出发了。我看起来好帅啊，我洗了个澡哦。你看起来浑身清爽，非常干净，也许是因为你毛太多了。你在嫉妒我。准备好了吗？差不多了。很好，我去看一下辛巴。路兵团要通过，快让开！快，不要挡路啊！让开，让开！在两边各排一列，中间让开！快点，大伙儿听好了，快点听命令行事。将军，我觉得应该把路弄得更宽一点。照他的吩咐去做，开一条更宽阔的路给婚礼队伍通过。愿路兵团的娃娃，我们集合的来宾，中间让开，中间让开！麻烦各位照将军的话去做。各位，王位附近还需要更多的花，快准备。猴子做得很好，真是令人想不到啊。辛巴救他们出来，他们要表示敬意。万能的万王之王，这些装饰您还满意吗？好极了，真是太美了，你们做得很好。谢谢你啊，陛下。别客气。每个人都想给未来的皇后方娜一个永远难忘的婚礼呢。她一定会非常压抑开心的。这里是最美的皇家婚礼地点啊。平常你开心的时候不都是会唱首歌的吗？你不知道我有多想唱啊，可是我要保留精力到方娜出现的时候再好好引吭高歌一番。今天可是她的大喜之日哦。你觉得她会起疑吗？我非常希望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。辛巴，你别担心，她一点也没有起疑，她以为现在是迁移季节才会有那么多人。辛巴，婚礼的时候如果能够由我护送方娜，那将是我莫大的荣幸哦。
每个人都想护送未来的皇后。我也听起来好像好好玩的样子，我们也去护送她好不好啊？哇，真是太棒了耶！我不见得，艾尔。再来一朵花，快点把上面的树叶都弄直啊！嘿，你们准备走了吗？辛巴已经开始不耐烦了，他要我们全部去接方娜过来。对上花冠，他一定会美极了。动作快一点，国王在等着呢。艾尔，我们会参加婚礼耶。快一点，太棒了，快一点，我们不要让皇后等太久了。将军，各位听好了，请你们过来好吗？爹爹，安静！别吵了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了！你们的行为让全体蒙羞。可是将军啊，你忘了叫我们停下来，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啊！胡说八道！是真的，你根本没有告诉我们，就突然停下来了。这样吧，对不起啊。领导者可不能犯这些错呀。也许不应该让他领导结婚队伍。我们得从不同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。至少他道歉了。他还是不能指望他的士兵全都服从命令，这样可会降级的。抱歉。好痛啊，有人坐到我的屁股了，我的腰好像扭到了。你娘听好了，不要啰嗦。我叫你们立正站好，听到了没有啊？排成一排。每个人快点各就各位，您的婚礼队伍了。他倒是很能保持将军的威严呢，真是不简单呐、啊！原地踏步走。向左看，起来！向文当和立典在此向陛下致歉，请陛下差遣。将军，我要你跟你的士兵去找方娜公主，并且护送她来这个地方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陛下。给我听好，呼口号！国王完全遵从您的指示，愿幻王之王朝命百岁。士兵们，欢迎你们加入我们。哇哈！加油，冲！一波冲！那个将军看起来真有两下子。小左冲！记录很严谨，走那么多路的话，我一定会受不了的。越啊越。原地踏步，列丁，记住要打起精神，好好干活。你的声音蛮好听的耶。向左转，这步走。打起精神，打起精神来，不要拖拖拉拉的啊。你还要我们去护送未来的皇后吗，国王？上吧。陛下你好，我们替方娜公主做了一个花圈，我们是她忠心的仆人。我们都是。谢谢大家。请我走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不知道。坐好，坐好，坐好，快！动作快！金毛公主、芭比公主以及方娜公主，我们在此向您致意。辛巴司令官命令我们要立刻带你们到他的身边去。立刻？出了什么事情吗？方娜，不要担心，一切安然无恙呢，请你跟我们走吧。你这个笨蛋，干嘛要把他们吓成这样子啊？我只能告诉你，我们来这是为了向你致意。这短短的路程将改变你的一生哦。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呢？我不喜欢这突如其来的举动。
就算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婚礼，你也不喜欢吗？是我的婚礼吗？我是不太习惯待在女生旁边，不过我敢说她会好好合作的。方大公主，从此以后我们尊称你为皇后。皇后，我们全听你的差遣。艾尔，你准备替新娘戴上花冠吗？没问题，这是我们今天早上才做好的。喂，我爸爸。耶！士兵们，皇后三次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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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样子不能结婚，我需要一点时间好好打扮打扮才行啊！不要了，你看起来美极了。辛巴国王一定开始等得不耐烦了。方娜，你愿意成为我的妻子，并且跟我一起统治这个国家吗？让我成为全世界最快乐的狮子，你愿意吗，方娜？我愿意，我很愿意成为你的妻子。真是恭喜两位啊，希望你们有美满幸福的未来。亚伯，你能来参加婚礼真是我们的荣幸。辛巴，你是国王向我行礼，我承受不起，我很高兴能够来看看你美丽的新娘子。哦，这是我的荣幸。我在此向大家介绍一下，亚伯是我们森林的树神，而且我带来了家乡每一个人的祝福。亚伯能够看到你真是太好了，可是你不能带其他人来这里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一定会带他们来的。你们的好友全都活在你们的心中。
我知道，我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。 亚伯，大家过得怎么样呢？狼妈妈跟奥利以及奥斯卡他们都好吗？我差点忘了，我有个惊喜给大家。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结婚贺礼，这下方娜就可以好好认识一下住在森林里敬爱狮子王的人了。哦，看这边，动作快，他们都准备好喽。啊，是狼妈妈。 辛巴，你看得到我吗？亲爱的，是我啊，狼妈妈。我看到了，我们全都在这儿，看到你真是太好了。真不敢相信你现在结婚了，好像是昨天的事而已。你还是头到处乱闯、四处闯祸的小狮子呢，辛巴。我非常的爱你。一切的事情我都记得一清二楚，你总是想勇敢起来，你从小时候就是真正的小狮王，现在你成了国王了。 这都归功于你。要是我能够年轻一点就好了，我就可以去看你登上王位。要不是你教导我如何在森林里面生活，我也不可能登上王位。亲爱的，每个人都好想你啊。我想我们该跳一下舞了，可以吗，国王？好啊。那我大伙儿来唱一首特别的森林之歌来庆祝婚礼。 我可以称赞你们一次了，你们刚刚真是跳的惊天抖擞啊，很好。现在长官，太棒了！行吧，方娜，我们希望你能够快点带着孩子来看我们，你一定要保证啊，欧哥，我们一定会的。再见了，再见喽，再见，各位再见啦。 自从我登上王位之后，我一直在想很多事情。我终于做了一些决定。金丝雀，我任命你为皇家歌唱家。真是为了荣幸。小兽艾尔，还有冠军，我任命你们作我未来的小孩的体育教练以及舞蹈老师。陛下，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没关系，我接了。阿洛，我现在任命你为皇家美食烹调教师。<笑>辛巴，听起来好像很棒啊。 卡雅，你将会是我的军事战略专家。哈克，你是皇家司仪。
还有巴格拉，你是侦察队长，我的妹妹们则是礼宾司长。谢谢你，我们绝对是皇家之位啊。冠军，我可不可以麻烦你把小光带来这里呢？好的，没问题。等一等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由我去找他。当然可以了，你们两个现在就跟连体婴一样。我非常感激你对我所做的帮助，因此我命令你跟阿露为皇家美食烹调老师。辛巴，我们非常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的荣耀，可是我们已经跟你旅行了这么久的时间，现在你登上王位，我们也想回家了。我们都是属于森林的，你已经打败了夏利坎，获得了王位，再也不需要我们的协助了。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要分离的，我了解。谢谢各位为我所付出的一切，不止在旅程当中你们给了我许多帮助，还有我在森林里面长大成人你们给我的协助，你们教导我什么才是真正的友谊。没关系，我们全都会回去看你们的。我们大家来为这对新人高歌一曲《森林之歌》吧。辛巴跟方娜的婚礼音乐传遍了吉利马扎罗山的山顶跟山谷。今天真是快乐的一天，由于辛巴的朋友将要离开，因此也染上了一丝丝的哀愁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请继续收看续集。